进入实验室，先打开窗户，保持空气流通。在实验室内禁止吃东西或嬉戏奔跑。操作实验时，头发过长者应将长发绑好固定。加热试管时，不可将管口对准人体。倾倒液体时，必须在桌上利用玻璃棒的引流而下。在潮湿的环境下，不可使用电器。有毒或挥发性气体，应在抽风柜中完成操作。酒精灯不可摆在书本上，以防着火。嗅闻任何物质的气味，应在容器口上方挥动手掌，将少许蒸汽伸至鼻孔嗅之，同时也不可直接品尝药品。倾倒液体时，应注视该液体与器皿，不可分心，以防溢出。